哥，回来了。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哥，你发烧了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坐起来，来，有点吗？先走。宝贝，吃饭吗？小恩几点了？11点。小宝呢？还没有回家。哥，你真的不去医院吗？我去找他。你干嘛？他下午被我骂了几句，就跑出去。不行，太晚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哥，哥。你休息，你休息。我去把小宝找回来，顺便买药。